掌握整个行销跟商业的脉动，那么抢攻五月父母亲节商机，还有越来越兴盛的女力市场，台湾不少业者呢纷纷针对主攻的族群寄出相关优惠活动，其中就包括擦红唇免费送你龙虾。新奇十足的干冰冲击视觉，一层层肉片，还有浮夸海鲜、超大尾天使红虾、饱满鹅啊、干贝和鲍鱼，热滚滚高汤冒出白烟。王品旗下品牌香辣与化妆品合作，只要点998元套餐，再擦上红色唇膏，就能免费获得一只龙虾。就是带家人，刚好母亲节嘛，就带他们来吃饭，一家人可以坐在这里，然后刚好这边氛围也很好。很多百就是百货啊，就是现在有女王节的活动。那我没想到就是这间餐厅也有开启女王节的优惠，因为因应我们麻辣锅给人的红色的印象，所以你吃完麻辣锅嘴唇会有一层像红色的红油嘛，类似像唇膏的感觉，所以这次特别跟我们化妆品牌唇膏合作。那因为我们主力客群都是女生比较多，闺蜜们揪起来一起擦上红唇，吃火锅、煮龙虾，主攻女性商机，尤其即将迎来母亲节档期，这一波女子力不容忽视。大火快炒，灶台喷出熊熊火焰 ，XO 酱爆炒鱿鱼，国泰万怡也搭上母亲节，推出满满海鲜料理新菜单，焗烤蛋菜、松露扇贝，还有烟熏鲑鱼，满满澎湃海味不够看，甚至还加码推出加菜优惠，只要在指定4天期间无晚餐用餐，每人再加赠半只龙虾，就是要陪妈咪一起吃到饱。针对母亲节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推出了限定4日的加菜优惠，抢攻女性荷包，香辣和国泰万怡都直接龙虾免费吃，另外还有王美系餐厅91将清蒸龙虾融入客家板条，女力市场越来越大，加上即将迎来母亲节，这块女性大饼将会越滚越大。记者林俊廷、张晨彦台北采访报道。